起来，打开，合起来，来，先右边，左边，里面，里面，外，外，内，内，外，外，内，内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阿伯先。是缝纫机，好，拿着麦克风讲哦。缝纫机，缝纫机，因为我妈妈我技术很好，技术很好，帮我妈妈做衣服。哦，好，然后还有电视，爸爸，我爸爸也是，他是外销，嘿嘿嘿，外销工厂，外销工厂，嗯，所以带口罩，嘿嘿嘿，所以家里就有钱，比较有钱可以买电视。就可以在家里不会乱跑，不会看电视啊。对，像我妈妈也在顾家，这样子乱看，不会怕你乱跑，所以特地去买个电视给你看。哦，那时候买电视的人很少。嗯，所以隔壁邻居也会跑来看，人家看电视。哦，无所谓，那都是比较乡下嘛。流星花园，嘿嘿，大家都很好。嗯，好好啊，还有这个家里还有用这个碗，瓷碗，瓷碗对啊，换掉用很多碗。对对，家里以前都是这种很复古的碗，很漂亮，很好看。好，小孩子才会用铁碗。哦，小孩哦，小时候也有铁碗。嗯。